最不得已的选择。哎，这里这岩壁上的标记，莫非有康平斯的人在这儿？小不点儿，风雪那个没注意，我很想收集好了有本事出费，然后给我表情符号大笑。我想要拿那个风雪的雨韶荣。嗯，我们监正有请。想要拿个风血头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难不成那山崖风血头给曹信不错？最后一天跳楼大拍卖，五个银兰换你喜欢的。跳楼大拍卖便隐于画荒之境，承蒙古神庇佑，并妖魔两立。虽然今日之事，世人妖魔不分。古神。应该说的就是鸾吧，我也先做头好了。康平斯的标记和鸾的脚真的好像啊。刚刚素材刚好有做到了一个凤纹鳞镯成，这应该要留对吗？索大，凤纹鳞镯，我不确定，我看。变为康平地，在我那个是有点不太熟的。寻常人莫说进来，便是看都看不见。我觉得头好用的比较多。到了。凤纹鳞镯城哦，这个是那个毕业手啦，捕食的毕业手，这个要留啦。凤纹鳞镯城是捕食的毕业手、哎、你找我们有什么要紧事？我们要去找鸾。诸位看你们来时的方向，想来你们便已寻到赵佑尊上所提的幻海沙碑，知晓了当年石轮宫之人留下的视线。免，你找我们就问这个，我们还一头雾水呢，你要我们一起找鸾问问。幽姬，试问你觉得如今的斋女如何？哪只捕尸呢？大坏蛋啦，鸾就说他德不配位。每个捕尸都可以装啊。那雨韶荣如何？嗯，打康平斯他的被动真的有够靠背，震惊我都有感觉，却没注意到。既然你自己站了出来，那我们便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只有做到凤纹鳞镯烟，因为手还没做啊。祭魂，却未得历代斋女包容天地心，还命途于苍生之意，德不配位。少步了，还没做啊。斋女一则本也并不该落于他之身，斋女真正的人选本是你，双魂之人，但你却不愿抽去体内另一魂，即斋女之魂。如今还神鼎既已开，想来能将你和那被抽出的魂重融，再与斋女之祭魂融合其一，那样你就是新的斋女。你们什么都知道。斋女少了，当年我家被人灭门，留我一命是那幻花剑派叶老贼的意思还是？昔年赵佑尊上不欲强求，但而今看来神阙宫之位不可落于诸葛爱之手。且慢，有一事想问，昔年余家灭门，你们可有参与？此事与赵佑尊上无关，是我等想借石轮宫之手而为的权宜之计，但你却在此之后不知所踪。如今既找到你，那现在你该承担一直逃避的命运了。对，原本斋女是要给雨韶荣继承的，雨韶荣斋女。你们这样和神阙宫和石轮宫又有什么区别？康普斯是一个单位的名字吗？是啊。既然如此，想必是不用留着你们性命了。雨欣，我们先保护雨韶荣姑娘离开，就从那处杀出去。索大今天要直通21章吗？雨韶荣，你是走不掉的。只要应该是打得完吧，就慢慢往前推啊。贝蒂奶妹拒绝后，辗转找一个更大的来当斋女。雨韶荣当到达目标点，而这关应该有在这里。21章超少。这里。不到一小时就会打完了新开的主线。嗯，慢慢打。
整个慢慢打，要过去。因为这边都已经是越等在打他了，这我们就随便杀了，乱杀。你狐狸怎这么强？因为我资源都投在他身上啊！我现在这主力三个人是几乎投是我所有的资源，所以我主力三人组都很猛。闪避理由就是他来一只就要送一只这样。这先阵也都是一刀直接送下去。对，这种双御风在打是很凶的啦。双御风利用闪避这样一直黏。好，直接利用等级差距直接跟他拼好了，我不怕他。因为银四级这个祝福已经上四层，我打起来都像抓痒。那么一方面就是等级差太多了啦，他现在都已经进入到那个祝福上祝福加成的模式啊，因为我赢他四级嘛，最多五成，现在已经上到四成，所以打这个像切菜一样。守龙，你快走，一一来断后。接下来等精选风吗？风妈就是要慢慢等。要追就从本幽姬的尸体上看过去。刚刚淘气一击秒杀机械蜘蛛。对啊。幽姬，斋女之祭魂所知甚广。昔年女娲为抹去多少创世之秘，才借口利用皇帝发起山海光明一战，将化荒永绝于光明。你知九黎一族多少苦难由此而生？我等需弄清创世之谜，才可决断这一所谓的天命。何况，一路而来。神雀宫对你们追杀不休，如今只要他继承斋女之位，神雀宫连同许多门派想必就能。别再说了，那我古师手不是挺算毕业了一夜凤纹灵琢成跟幻夜神君做出来的？我不错啊。我问你一句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鸾的意思？我自己，但这时对你们也有益处。闭嘴吧你，玉之羹，我们走。所以说，这等小先把毕业视频拿到就会很轻松啊。像我们这种拿不到的就很不轻松，很不轻松，还在苦等啊，说要上、啊。你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看什么呢？赵胡儿，看那处。哪儿？sorry， 刚刚说草五十五大招能秒兵临是怎么做的？关金台，晚上好啊！朋友们，五十五大招那个要伤害够吧？阳光，那其实是九黎一族渴望许久的东西。虽然这段记忆早已在山海光明后漫长的时光中为他们所忘却，因为你要一刀对吧？曹训要一刀逆着打死你，都能来地界了。无归属亦无家。天长日久为世间康平，守得平衡，也为守着一段记忆。刚搞定这池两只六星，不说这个了。不错哦，公主想来听得无趣，是有地界之通车哦。哦，见你垂头丧气，一人到这儿就找来了。
在下只在思索往后之事，根本就是地界旅游团，好吗？什么嘛，无聊。哎，你是事情没办成？但皇城司里秘卷记载应该没错啊，当年被四象门收养了的，就是那后来被赶出去的羽韶荣啊。是他不假，但他却只想自己，竟不愿继承詹羽之位。真不过换我估计也不愿意。感谢您，谁也不想好端端就被换了个心子，想想就怪难受呢。人之生如何能只关己身安危？九万。九万呢、欸啊、哇，那是因为你不是人。九万才两只。公主说笑，没表情不会笑，说什么笑？你怎么这么无聊？这公主该不会又是哪个大佬的记魂吧？你为什么非要得到斋女的记忆啊？索大如果先不管是不是毕业装武之上正角色的头跟手都有爵士皮，那其他两个部位是不是也值得做一下至少先拿爵这样的理念，对吗？哎呦，说嘛，正好陪我逛逛花花，你答应了的，带我来。我是会先拼头跟手的，打算就这么把我晾着。我腰跟身我是不太会拼的。你别走啊！在下正等公主出行呢。猛儿，